三义圣灵宫110年中旬进香，第四站神冈慈房宫。第四站参香队伍抵达第四站慈房宫。慈房宫主祀三官大帝。本宫进香团队开始的拜庙仪式。双方端香如手，相互一致。有功端香如手，迎接本宫神教。本宫黑令旗先行展开拜庙礼。端香如手，舞起法式敬拜。僧捧着鲜花素果入殿，神教依序展开拜庙仪式。本宫与慈房宫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友谊。
大轿圣驾完成了拜庙的礼仪。信众们持香入殿参拜。赖主委带领着干部们入殿还拜。主委敬献鲜花。炉主敬献素果。副炉主敬献金银财宝。恭读祝文。双方干部亲切的交谊。气氛友好而融洽。双方主委来一张合照留念吧。
我要拍要那个要录了哈，把你们好好的。交易结束后，也圆满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明年再见啦！当晚回驾北宫后，大家一起享用晚餐。期待下一次的进香活动吧。